别过来咬我！兄弟们，今天是挑战把招财猫养到135公分的第三次喂食，食物不够，野货来凑。这么多野货，我就不相信我养不大它。只要食物不断，必须把它养大。哎，你们越说我养不大它，我就越要养。我就是这么叛逆。拿来，这我叛逆了，兄弟们。我这忙活了大半天，好家伙，死了一半。今天我估计不是单单大猫喂食了，今天要全部总动员，我想连鳄鱼今天都有口福了。妈呀，我就知道会死，但是我没想到会死这么多。小魏呢，基本上快死光了都，好在像这么大个的呀，还基本上都活着，大的好像都没死呢，都在这里。问题不大啊，差不多死了有30-40条小鱼吧，像这么多白条，你们不说这个白条喂大猫比较有营养吗？今天都有了啊，这30-40条小鱼我给它全部处理一下，全部喂掉应该不是问题，今天一顿应该全部喂完。但是呢，我估计所有的肉食鱼类今天应该都有口福了。待我把这些鱼全部处理一下啊，咱们开始喂食。好家伙，花了我1个多小时，又是消毒又是清洗的，所有没挺住的啊全搁这呢，满满一盘。像这些整个的，等会我们喂给大猫，像鳄鱼他们那些嘴大的已经切成片的，我们就喂给像小银龙这些啊樱桃小嘴的，剩下的呢还健在的我已经给他们供上养了，晚点我也弄一个大的红烧，小的煲汤，我也饱饱口福。这个还是老规矩，先喂老七和小银龙他们。这个老七可以给他上两条大的啊，这种老七应该可以吞得掉。来，老七走起，吞得掉吧。小银龙，你吃不了那么大个的，哎，我给你来这个生鱼片，走你。对，你就吃这个呀，上面还有，够不够？他俩两条，差不多了，不能吃多。你看。老七这肚子吃了两条整的已经顶起来了，对吧？剩下这些鱼片老七再吃一点，小银龙再吃一点，哦了，剩下的干。大猫杵着肚子两天，那么鼓的肚子又消化掉了，你说牛不牛？哎，我眼睁睁看到这两天又长了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，反正我能看得出来啊，我就不相信喂不到。粉丝朋友说这个啊餐条翘腿之类的就是白条，大猫吃起来比较有营养。大猫你倒是来呀，三条一起扔好不好？这边一起来，往这里啊，别给银龙抢了啊，下去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就知道银龙得抢。您瞅瞅这大银龙现在好猛啊，吞了这么大个，他吞了哟，分得蛮平均的。咱们佛也干一条，大猫干一条，银龙干一条，好家伙，来再给你上这些整的，还吃得完不？大银龙还吞得掉不？吞不掉了吧，走你。这臭大猫的，这些我跟你说都是大猫的菜，银龙吃不完，你别去抢去了。哎，吃了吗？你真吃了？搁这呢，这里没吃掉。好家伙，给你们上小的吧，来生鱼片直接这么大一把下去，比喂小鱼还过瘾。我发现这么多，大银龙属实现在状态回来了啊。那我上次被他咬一口，我给他喂食，我拿在手里咬，手里喂的，喂了一条泥鳅，他咬我一口，这玩意儿现在比较凶狠。大猫我估计，哎呀我去，我这一缸水啊完了，都是肉沫子没洗干净，再滤一遍就好了。看看大猫，等一下我能把肚子吃成啥样啊。你倒是动啊，你咋吃了一条你不动了，怎么回事？大银龙也不下来，那完了，全是他的菜，这位全他的菜，放多了慢慢放就好了，一会儿放这么多。这边呢，好家伙，这边已经扫光了一条，没事，一点没事。银龙的肚子我看一下， OK 饱了。看看咱们老七， OK 饱了。老七很少吃这么饱啊，今天吃的算比较饱的了。再看这边，等一下看他扫光吗啊。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家老六，这一块鱼片看一下吃不吃啊，还没开始呢，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。再扔一片，
没反应，其实他已经闻到味道了，一点反应没。哎，来来吃吧。啥情况这玩意儿？你鼻子就这么衰吗？这鼻子一点都闻不到吗？这鼻子啊，废了。我去，虾仁不吃，鱼片不吃，咋整？没辙了。没好办法呀，还没缓过来，咋办，兄弟们？难道你真的得凉凉吗？让我煮件小的猛鱼糕吗？来了，干一口，干一口。完了，不吃，看食人鱼。食人鱼吃了，食人鱼状态回来了，食人鱼已经不怕了，让鹦鹉鱼给咬的吓死都。你看，肉长得还是那么小，去你的！顺便给咱们这个小食人鱼也给它来一小块。什么叫做雨露均沾？这玩意儿其实它不饿，我经常喂虾仁，它不吃，看，看到没有？不吃吧？天天吃虾仁，它能吃鱼肉吗？哎，还真吃。好，你慢慢吃吧，丢给你了啊。还有咱们这个虎纹，虎纹也来一块，他们都不用吃多，丢下去就行了。你这玩意儿懒的，动都不带动的，再给它丢一块吧，它自己等会自己会趴起来吃。太懒了，一点也不会互动，长是长了不少，长长了，但是没长肥。还有你，来，对拳鼓个腮，有的时候会鼓，有的时候不鼓，而且很斜。来看，来，看到没有，鼓腮了吧？哎，他就这个状态，他一返回去打个圈，然后你这样一打他，一打缸，他掉过来就鼓腮。但是目前咬缸还不行，偶尔会小咬那么一下啊。不错，今天表现，来一块，来哪去了？不知道哪去了，等会再给你找吧。这边来一块，完了，掉在垃圾上面去了。哎呀，重新再给你丢一个，放这里。我去，这小速度，再丢一个。等一下，我那个再拿出来吧。这边，嘿，哎呀，这小速度，再来一块吧。再来一小块啊。来，哎呀，这小速度漂亮。幸亏我刹车刹的及时，要不然你俩就得喝汤了，你还叫。来。我这样先放进去，你别咬我手，我从这边放。他在那边啊，大家别过来咬我。啊！我去，兄弟们，我也算服了我自己，我吃了这么多次亏，还没长教训。这次咬的比较深，这个都是小伤口啊，它是从这边划过来，牙齿从这边划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划进去，划到这个位置，然后你看这里是红的。它的开口是在这里，然后直接斜咬，咬这么深，伤口已经被我用纸包起来捏住了，现在血已经不流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是血流不止啊，我直接弄了碘伏，然后把手放里面洗，包了那张纸，然后这边又包了这么一张纸，而且它咬的又是我中指，兄弟们，我去，早知一天我这中指得飞了，我看，哎，咋不长记性呢？我一天到晚的，妈呀，这玩意已经把那个鱼吃完了。那个大的两块整的已经吃完了，还剩一点片。我去，我现在已经不敢靠近它了，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喂它了。小乌龟自己上去吃一点吧，不管你了啊，吃完我等会再来拿盘子，不管它了都。咱们回过头再来看大猫这边啊，已经全部清完了，一丁点都没给剩。你看这肚子，还是一无既往的鼓啊，而且这次我感觉吃的更加饱了。就是我这红烧鲫鱼汤，我是吃不了了。我就纳闷了，这手指是犯了什么错了？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他？你看我这个手指上面留下的这个血迹，你就知道当时这个血出血量有多大了。这次真的给我干的伤有点重啊，兄弟们，算了，散会吧，兄弟们，我想静静。